季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时下的网友们最新讨论的话题。今天要带您看到是几乎每一间学校都有鬼故事，而大家一定都多多少少有一点亲身经历过。那 Kipo 大数据就帮大家盘点了十大令人害怕的鬼地点了，都在学校里面。第一名就是宿舍了，得到了6385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刚就说了，很多的人呢花最多的时间就在宿舍里头。那第二名是厕所，大概也得到了3926票。那为什么呢？很可能就是因为厕所比较阴嘛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厕所蛮恐怖的。不过第三名是教室，就让人家觉得有点奇怪了，教室会有鬼吗？那第四是实验室以及图书馆。那后面几名呢，分别是像是电梯、操场、走廊、停车场以及铜像纪念碑。不晓得您觉得最可怕的地点是哪里呢？我个人是觉得是电梯啦，真的让人觉得蛮恐怖的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校园鬼地点，提供给您。